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糖糖亲子游戏》。今天呢，我们玩小猪佩奇积木，组装佩奇家的豪华建筑。这款积木一共有63颗，有2个公仔。哇哦，佩奇家的建筑好大，好豪华，好漂亮啊！房子里面还有猪妈妈，还有佩奇，还有床，有家具。楼下也有家具。好漂亮的楼房，赶快把积木摘出来给小朋友玩一玩，一起组装佩奇家的豪华建筑吧。积木摘出来啦，里面还有一张组装示意图，还有背面也是组装示意图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玩玩佩奇积木，组装佩奇的家。
佩奇的家组装好了，再安装猪妈妈和佩奇还有楼下面的贴纸。猪妈妈和佩奇在房间里面玩，这是一个餐桌，餐桌上面有一颗青菜，贴上餐桌贴纸。再贴美丽的小花，当作佩奇家的壁画。贴在墙壁的侧面。可以多贴几张，把佩奇的家布置得更加漂亮哦。后面呢是佩奇家的后花园，看看佩奇家的后花园。后花园有树有花，还有蓝山。佩奇的家我们组装好了，小朋友们你们真的很棒很聪明哦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